各位同心，大家早，大家好。张武发一张2015年1月1号的文告有无？那你让他贴出来。啊，无会举手。这个文告无会举手，来发给因。文告没有的话，这边。有两个没有的，好。这张文稿哈，是我今日早起哈，要利用时间，含咱做来研究这个文稿。台湾民政府4年前，每一年的过年，拢有出文稿。咱的文稿内容是针对旧年一年甲今年。新的一年要做什么工作？这个文稿，今年这个文稿真特别。这个文稿就是甲全世界讲台湾真真正正的历史。所以你来读这个文稿呢，你会发现讲，不一定含你现主席读壳内底所想的台湾的历史是几乎不太一样。咱来看卖这个文稿。面对国际局势激烈的变化，本土台湾人应该再次思考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问题。像这个所在，咱写台湾国际化，这个国际地位的正常化的问题，因为咱台湾无独立的问题。你想看卖啊？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你要独立，除了一个工作会当做革命，甲兵我倒，安尼你台湾你才有法度独立。所以美国也说过几次，台湾没有独立问题，独立代表战争。所谓的独立代表战争，不是中国要跟你打，因为中国没有那个能力跟你打，是美国要跟你打。现在照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，台湾这块土地现主席的主要的占领权国是美国，所以要搞清楚。我们台湾人69年来受着中国人错误的历史教育，你们常常会自己感觉说你是中国人，你常常会感觉说美国跟你很好，和你很好，其实是完全相反。美国跟台湾人绝对不好，严格来说，他们还要占领台湾这块土地，美国跟台湾现主席在法律上是属于战争状态，还没结束，好像是苏联跟日本和平条约没签，理论上来讲，苏联跟日本要个是啥战争状态，是只不过是即马互相无用迄个炮火啊，互相拍来拍去。所以伫法理上、甲实际上呢，大家一定爱真清楚。台湾人这点呢，能力真差，不懂。因为上个重要就是咱去用洗脑，就是讲咱台湾人是中国人啊，中国人甲美国真好，因为因是同盟国。现在同盟国很好以后，叫共产党从中国提起，这国民党走到台湾来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读这个法律就是要搞清楚它，弄清楚它。你若清楚的时候，在你的头壳里面，在心里面，你就知道说要怎么做。再来开始这段，你听我读给你们听看看。在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，根据大清帝国、日本帝国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，日本人叫做下关条约。第二条的美里面说，大清皇帝放弃台湾群岛，所谓的台湾群岛是包括福尔摩沙和澎湖群岛，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。马关条约第五条里面提供条约批准，互相两以后来这个台湾的居民可以卖掉财产，并且离开去被割让的地区，就离开台湾。但是在这个期间届满的时候，台湾居民就不能够再离开割让的地区，可由日本选择视为日本居民。当时最后一线届满刚好 0.16% 选择大清的国籍，其基于的99.84%，请您看我这，
这段话里面跟我们读小学、读初中、读高中，甚至读堂的历史，敢有同款？中华民国改改做安怎？上盖重要，伊讲好，1895年甲午战争，根据大清与日本，迄帝国伊歹写，大清与日本1895年4月17号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，大清放弃台湾群岛，永远割让给日本。伊使用文字。大清帝国跟大清有同款，无同款。大清就是代表大清的政府，大清的皇帝就是大清皇，一个个人啊，一个是管辖权，以及个政府。所以伊就予咱台湾人回去的时阵，伊就甲你讲，大清失败，所以挂予日本。其实不是挂给日本，这块土地是挂给日本天皇。日本天皇有这土地以后，他才将土地管辖权来交给日本的政府。你听不？这真清楚的东西呢。但是我们从小孩子的教育不一样，他在这个地方给你迷糊模糊，让你就是说台湾这块土地是属日本的，其实不是日本，是属日本天皇。来，啊，回过高登者，当这块土地有一个主人的时阵，你想讲这些百姓想要独立，会使哩无？会使哩。两条路，第一条革命，提刀提枪，甲将伊的军队甲拍倒，啊，你宣布你独立，这一种，搁一种，甲日本天皇参详，参详啊呐。这个土地是不是给我们台湾人自己主地？1950年战争以后，联合开会时有讲过，到上落尾啊，要给我们台湾人安怎？给我们台湾人自己主地。我今日就跟你讲一个台湾后摆要行的路啊，绝对是行主地这两条，不是主决哦，不是自觉，不是你自己决定哦，你无权利自己决定。你敢能样主地管主地，安尼念念，自己管自己。伫1950年，联合国开秘密会议内底第八条，就是要让台湾自治。我所以我感觉讲台湾哦，遐所谓的独派的学者，拢无咧看书，无咧读册，敢若听人讲咧，台湾要独立，是变哪独立啦？即句话敢若是你若后生有查某囝，恁后生查某囝。想要叫什么人，还是要娶什么人，不要经过你的同意。他说、啊、我要独立，将、啊、你做老爸在里面给你赶出去，这间厝我要住，因为住很久了，敢可以呢？这很简单的一个理论，在咱的社会里面看得到，不可能嘛。所以美国跟你说，台独代表战争，很多人听无、看无、想无。原因就是这个所在。国讲台湾这块土地，在1949年的时阵，蒋介石为中国走来，带流亡的遐人100万人，因为伊是占领，所以伊伫这个伫法律上来讲，对台湾的一切拢是伊的掌控。做公安80%、90%，迄当阵拢是中国人，因为中国人100万人无够嘛。所以你未想看嘛？啥是以前伫台湾所谓中华民国内底做官、做大官，拢是中国人，你台湾人根本就无分。但是台湾人太侪了呀，80%啊，要到90%，啊，遮侪人要安怎？伊要甲你抬嘛，无可能啊！228人头差不多去啊，228抬偌济？126000，当然这126000无健康啦。可能要靠到39100个，已经4个在日本全国生产，差不多700万人。600万的人口里面才6-7万，你看那台湾那款的恐怖有什么情形？一般以前啦，台湾人一个家庭都生几个，你敢知？像我阿嬷生11个，我不知道你阿嬷生多少个，但是那台湾日本时代都生很多啦。伊讲讲为着要爱国，讲第二生啊，查某足可怜呢，逐年伫怀孕，逐年伫在生呢，
嘛真厉害哦，迄阵送到要害，啊生十一个过完，拢拢饲饲好大汉，这些嘛厉害吼。啊，即卖人真奇怪吼，讲生一年两个，讲不爱生啦。啊，你看这时代看差偌济，你生遮济人，六百万死六万几个，平均一百个死一个。啊，一百万死一个内底，伊这个迄个人伊的影响偌大？那阵一个家庭内底，上不十几个嘛，十二个、十三个嘛，所以那个比例啊，台湾人内心里面的冲击，啊，佫刷了个白色恐怖，每平均无甲十个人死一个，所以台湾人惊，莫讲惊啦，含我的妈妈佮今日八十几个嘛安尼，哎呦阿星啊，你伫创啥？你叫掠去咧？你叫庆山咧？八十几啊，我歪甲伊讲哦。哦，我就讲啊，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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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实际相比啊，到今日为止，咱拢真正常啊。是啊，那咱真正常。我甲你讲，那较早伫蒋介石的时阵呐，我已经掠伊死啊，我无爱骗。了了渣渣，甲我掠去庆山啊。他有通到今日？今日中华民国无法度敢掠我，是啥物原因？因为我后壁有一个人足大人，足大汉的，迄什么人？对啊，你知影？我是告美国的人，告美国总统的人呢。我告美国总统，咱大家就等于告美国总统。台湾民进的人，拢是告美国总统的人呢。我是代表恁，恁就是我。所以恁后摆唔通讲我是，我这个我就是咱，咱告美国总统呢。所以美国伫后壁。欸，你要跟我叮当，你去找后面说，后面的人要先说话。今天，昨天的报纸，昨天去，一个新闻很趣味，他说双向园，美国双向园，双向园是什么地方？就是中华民国住在美国的大使馆。罗曼他们两个长高的时候，他这个双向园，他怕去中国收起，较紧的，卖掉，一块卖掉。没有一个议员，刚刚说卖什么？我不想记得。后来这个说卖又卖给个人。漳州日到过年的时候，一月一号，星期，中国跟美国三十年后头一摆星期，这台湾人惊到要害，讲害啦！啊你。民政府不是说要起来吗？啊，怎么又升那个美国国旗？哦，这有什么意义？你们知道吗？这有什么意义？我问你，你家挂一个美国旗，不要挂一个美国旗啦，你家哦，现在很准时外面很流行的，有Sony啦，就是那个Sony啦，啊是什么麦当劳啦，有啊？麦当劳的店外口挂一支麦当劳的旗，有啊？有啊？啊，麦当劳挂麦当劳的旗，你也感觉很奇怪吗？想那边，啊，人伊私人的所在，伊私人要挂什么旗嘛？无要紧，讲较歹听，挂一领裤底啊嘛无要紧。中华民国挂迄个旗。当然，我拄仔开始买金条，所以我昨晚马上甲美国问啊，我讲当时安怎？中华民国国家挂伫恁迄旗旗上，我电话叫我笑，伊 Roger 你读个歹，讲我读个歹。伊就是要挂一领裤伫顶悬，因美国嘛袂当甲干涉，迄是私人的 property， 私人的土地啦。你听有无？迄旗旗啊，伫美国老早都无甲看在咱眼内，迄都毋是啥物旗啊。迄支旗甲一领裤同款的意思，还是一领衫同款的意思？所以讲三十年后，升迄个旗，伫伊私人的土地顶悬，没有问题啊。啊，这意思你知啊？刚才秘书讲的，咱台湾民政府，咱伫美国华盛顿 D.C. 的办公室，咱嘛有升旗啊。咱伫美国四季饭店，咱嘛有升旗啊。啊，升旗代表啥？没有代表任何意义啊！那在以私人的领土上面挂旗啊，没有代表任何政治意义。
你听有无？所以唔通叫伊讲，咱种意识形态啦。哦，迄支是咱的旗，迄毋是咱的旗，嘛毋是中华民国旗，因为中华民国已经无去啊。迄支旗真好看，安尼尔，嘛无好看，我是感觉真歹，真无好看。来，所以我是想到，所以甲各位讲，过来。随后1915年 大日本帝国征服全岛，日本天皇首度建立台湾主权，也这句话很重要。台湾以前是没主权的地方，你敢知道台湾以前的地图是什么形？来，我们来看台湾，台湾的地图，台湾的地图啊，不是现在这样的，你清朝那张台湾的地图啊，是这样的，这看看一只什么东西啊，蚕啊，吼，牛啊，台湾人讲牛啊，啊蚕嘛，嘛有，嘿，啊就蚕宝啊，是不是？清朝的时阵就是安尼啦，大清的皇帝挂号日本的时阵安尼啦，啊日本皇帝推阿兵，佮收起来，诶，人要挂草地陪你，你只有接受嘛，啊就是安尼啦，正平来判起来。右边怎么丢掉了？右边是什么东西？右边是啥？啊，那中国人会跟你讲吼，右边以前就沉在海底，啊，国民党来了，将迄海底给救起来。国民党上盖搞的就讲这套啦。其实正平是原来高山的土地啦，所以他来的时阵，有一部电影你们来要看，《赛德克·巴莱》。有吧？日本多几百时阵，即个高山拢个反抗呢。高山讲，等于啥啦？啊，这是阮的生活领域呢。啊，你即个外口的人入来，这是啥意思？国家规定袂安尼，袂使安尼，袂使打猎，袂使创啥，袂使创啥，因就不服啊，反抗啊，啊，战争啊，都战啊。在迄个时阵，伫1915年的时阵，日本天皇下令。日本警察甲军队为北部甲拍到南部，拍偌久？拍10年。哦，你讲台湾人看偌有动得好。啊，中国甲这个日本、清朝、日本伫战争的时阵哦，唔免3天就结束啊。所以清朝根本就烂咩，一下子清朝就投降。台湾人看偌有动得好啦，台湾人真耐命，拍未死，毒未死。真正是的，我台湾人有够内面啦。照道理，若讲安尼油安尼开始饲狗呢吼，应该拢死了了。但即马吼，迄大肠癌的人足多的，含伊中华民国的卫生署，这两年大肠癌的人数，甲即马无公布。无定在座，包含我，拢有嘛不一定呢。你不能笑呢，但你放心，你若伫台湾民政府食饭，所有的油拢是土豆油，拢无头的。莫怪讲有的同心拢会甲我讲哦，我们的那里的饭很好吃呢，啊，真正好吃。你看咱即马食饭，大家真好，看偌济饭食了了，你食无够，过去摕。提两盖、提三盖拢无问题，但是伫咱家即用的油，你放心，袂去互偷着。妈呀！我都想着这，妈呀，这足苦的。所以定心哦，咱台湾民众来执政，我先跟你讲，遐人要连一定要甲清洗掉。我跟你讲，害死遮济人，伊用油甲你、互你、甲你偷，迄毋是没有犯罪呢？啊，无怪嘛吼，遐咱两亿伫送。四个拢生两个零个两亿，双手空空买101啦，双手空空嘛，唔是100尔呢？伊知你知伊迄伊安那伊迄五轨搬运啦。哦，伊足大个公司为中国转来发迄个鲑鱼返乡，鲑鱼是真好食呢，结果是一只鲨鱼返乡呢。妈又竟然甲帮忙。中华民国的财政部长来甲帮忙，来来来，无去互你发行债券，就是印啊，印债券，
安尼印400亿，啊，才找这400亿，搁落去买医疗、医买买美全、买啥，拢总引导伊啦。伊无出钱嘛，钱拢是咱老百姓辛辛苦苦的钱嘛，所以咱台湾人有当想想，真正台湾人该死呢，死好呢。台湾人肯做、要做、戆做、死做，啊，目的伫倒，要缴税金。我问你咧，你去用占领，你选择缴税金？咱去用占领呢？敢若恁家，咱打输，互人派军队入来，甲你占咧，你投降嘛？啊，即摆甲你占咧，照道理来讲，甲你占的人爱甲你保护呢，这国际法规定的呢。嗯，啊，煞叫咱去做兵，干嘛？下属迄个红蚂蚁甲黑蚂蚁咧，讲这个咧，互恁听。天然说的这个自然界内底吼，很奇怪呢，有两种的狗牙，一种是红的，一种黑的。红的是足高义的，甲台湾人差不多，足打拼，生出来就认真去外口去找食物，啊，摕倒来迄个坑内底甲囥的，啊，底下饲后生，生卵，啊，卵成熟以后孵出来，啊，嘛是红蚂蚁，黑蚂蚁每一年拢有一届机会，啊，这黑蚂蚁较大只，啊，足歹，恁注意去遐看卖，伫外口，恁若较睁大，恁来去遐看卖啊。近派就看到那个啊，这个红蚂蚁的洞啊，伊就入去，将红蚂蚁中台，一只都无通回我，佫夭寿巧，将红蚂蚁的身躯的迄个体液，全佮涂在身上，拢涂在身上，所以伊的味就变成红蚂蚁的味，啊，然后将迄个红蚂蚁的卵啊，全摕登去阴道啃，迄个红蚂蚁。孵出来以后，伊蚂蚁是无目睭好看，佮用鼻的。伊鼻迄个味就讲，啊，这伊的爸母，就去外口佮摕物件转来好食，摕去外口佮伊做工，迄个洞佮建筑得非常好。台湾人就是这好蚂蚁，咱已经推到甚物平了，也要讲佮交税金去佮做兵。做兵那是应该做的，去用占领要做什么兵？伊拉克去用美国占领，干嘛去做美国兵？那生目睭嘛，捌看到伊拉克去做美国兵。美国去占领琉球的时候，琉球干嘛去做美国兵？谁啊？咱和中华民国占领，咱就爱做中华民国兵？那是台湾人呢，那是日本台湾人呢。你若以前听我这讲哦，你连干嘛讲这人笑起来？做兵是应尽的义务啊。问题是，你这个义务是你伫哪一个国家的义务啦？咱是台湾的，咱是中华民国的，所以，若讲以前像我这款的言论啊，老早来清楚了，但是今日2006年10月是咱抗过美国，过瘾啊！美国唔敢顶当啊！咱认真这四年一直扣，要扣四千名，实讲哦，足可怜的呢。啊，像咱安尼20、30个、30、40个，安尼上课要上到当时，但是咱有气馁无？无。咱每礼拜嘛伫上课，因为无论安怎嘛，甲你美国安尼甲我讲，我四千名训练了好，我在美国讲，尽款还我，安尼好唔好？所以讲，咱要甲美国讨这个政权，已经等3、4年啊，到即马为止，美国派代表来甲咱讲，啊，中华民国要伫台湾内面安怎？我甲赶走啊，啊，免啊赶，搁再提一摆诉讼，所以1月底，咱要搁再一摆，集合咱台湾民众的力量。抗过美国，将中华民国给赶离开。咱无伫讲梦噶，我甲恁保证有一天，咱过赢迄一天，
美国第七舰队的舰，迄个直升机一定降落，甲马英九请伊上飞机离开。甲菲律宾同款，菲律宾当时就是啥？马可斯上飞机再去夏威夷，安尼，这个菲律宾啊，也变作一个国家。咱现在遇到的情况，甲菲律宾差不多了。安怎讲？菲律宾差不多。美国占领这些所在，离开以后的这些所谓的新兴国家，全部拢是贪污，伫迄个腐化的一个国家，因为过去是殖民地嘛。什么叫做殖民地？殖民地就是讲宗主国利用你这些人伫做工，敢那黑蚂蚁叫白蚂蚁去做工，啊，做做回家同款。咱千万唔通去做红蚂蚁啦，咱无做黑蚂蚁就用这过分了呀。这是啊，台湾人的脑筋要彻底改造。我今日甲恁讲的话，恁放心，因为咱拢有录音。我讲这话，我负责任，已经负责三四年啊，每一摆讲的拢会成。因为美国嘛，知影最近。我想要抓狂，因为四千名特别完成，你美国的动作要出来啊！我要坦白讲，美国动作有出来啦。AIT 要刷起来哦，金湖路一百号，迄、那个金湖路一百号做偌久，你敢知？99年，搁再99年，你绝对世间你无看这款合约啦。恁拢有厝啊，还是讲细厝啊？对一个厝主讲要租予你99年，搁再99年，啊，时间够过会当延期的，敢有？99年，搁再税你99年，搁99年就200年呢，啊，时间够延99年，搁再搁200年呢，400年，咱永看袂着呢。迄块土地毋是你的，无是啥？美国伫全世界有一三块土地是拢安尼，一个所在叫做关塔那摩湾，就是古巴。美西战争。西班牙输，将古巴挂予美国。美国三年后帮忙古巴独立，要独立的以前，伊家己写一个契约，讲管他老板，我家己做。因为美国的宪法规定，未当有新的土地，干来当租土地。这美国人是要求巧啊，啊，讲伊歹嘛，足歹。美国人对台湾不好，是对中国人较好呢，不是跟咱呢。你不要热脸去贴冷屁股。含在美国人在讲话的时阵，要很不客气，一切依法行事。所以美国现在越来越晚，对我很没办法的。你若讲说依法行事，那法律你定的呢？国际法你定的呢？不是我定的呢？你美国定的法律，你要遵守，你说对不对？你也稍急急的。这个法律是你美国定的，我只不过真遵守，我用你的法律跟研究足清楚的。你做唔对，你都爱做啊！所以时间到啊，爱幸福咱啊。问题是，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啊，那像咱即马呢？你想，你有法度执政无？你也要会计账，你也要举手。啊！你也写公文的举手，你拢未晓呢？你是变怎么做官啦？哈？恁知影钱要哪开无？知无？知，要死较紧。知，好做官，真侪钱要哪开工记载你？无迄个代志啦，这种一定的程序啦。啥啦？咱过五关以后，都爱回来训练。一个月要训练，回来训练两次，一次确认职务，再另外一次就是会计出纳的 SOP。啊，大家拢会晓看，会晓看迄个小，啊无呢？你的部长，你的下骹的人，职员甲你讲，啊，部长啊，科长啊，签落无要紧啊，签落就钱好摕啊，要死较紧啊，签落去，真正叫来关，我甲你讲。后礼拜，咱就开始进行迄个公文式的迄个书写的介绍。咱是脚踏实地，
他都啊，管班长咧讲，咱伫这个所在是农场，农场的头家，他们讲真了不起，从这个所在给咱使用，当然咱来交费用啊，啊费用拢回收，咱卖收外紧。啊，你唔通想讲伊赚足侪钱嘅，伊是了算了足侪钱，啊，佫犯你走袂煞。即摆法律唔敢对咱对不对？台湾民主遮大个，美国徛在后壁啊。啊！即马中华民国唔敢对犹太，即马去对犹太，处处地处，地处走去走四拜法呢。啊，不过吼，伊嘛真爽。来，即马洛阳先暂停。